阿婆，現在我在神在人的面前，請問你是不是一心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你個人的救主，為你生命的主呢？可以。請大家我們同心為阿婆祈禱。親愛天父，我們真的感謝你的恩典，你的恩典臨到阿婆的身上，臨到他一家人的身上，我們真的感謝你。我們一起來到為他信主這個的蒙所蒙的福來到去感恩，來到去慶祝，求在這個日子裡面特別的賜福他，賜給他聖靈的充滿，賜給他聖靈的能力，讓他能夠生命得著改變，讓他能夠在以後的一生之中有力的來到服侍神。求你帶領他的腳步與他同在，與他一家人同在，你的福氣臨到他家裡面的每一個人。我們恭恭敬敬將阿婆交你的手中，求主帶領扶持，奉耶穌的名求，阿門。龍志成弟兄，現在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的名為你施洗，